你指個太太行開啲，你有冇人性啊你？佢行開整個，所以咪要行開咯。係啊係啊，一路踩住先算啦。好，得啦，你行埋去。住啦，我都係自己。阿朱而家多時揀一個嚇。我哋喺桂林北站嗰度轉位，柳州嘅三江南站。差不多六個鐘頭車，終於嚟到桂陽北啦。後面應該出沙啦。我們一行29人了，貴州啊，貴州啊，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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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 Hello Hi。这个站真的好靓，这个就是旅游车停泊的地方了，我们就在这里上车。呢個桂陽北站嘅全圖啦。靠後面是嗎？呢個就係我哋嘅旅遊車啦。坐車啦，喂！貴州嘅第一餐。我哋喺貴州嘅第一晚，就係呢間萬祥酒店。一嚟到酒店咧，睇下個個幾忙碌，開機發信號。
嗰邊就喺度傾偈，導遊喺度編翻房間。呢個就是萬祥酒店啦。呢條大街，哇！你睇幾大帽。成間酒店被玲瓏帽啊圍困啊！哦，呢啲就係琴晚燒煙花噶啦！哇，根本睇唔到嘢啊！呢度又假山假水啊！哦，今朝我哋就嚟到黄果树景区啦，洗手间就喺呢度，喺234楼啊！哇，真系搏你唔去啊！嗰边啲旅游车集合嘅地方，买飞买咁耐嘅，哦，我哋而家搭车去。天星橋景區先，黃果樹瀑布下就先去。第二日嘅午餐喺香米樓食飯，啊，認真麻麻，環境優雅，啊，即係食物啊麻麻咯。我哋下週第二個景點係黃果樹大瀑布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搭翻环保车出去啦。咁啊，然后再转翻我哋自己嘅车。咁啊，今日行程全部完毕啦。水平面的高差达到488米，亚洲第一高桥巴林河大桥。这座桥呢，因为距离太长，所以呢开始呢是计划用导弹牵引钢绳，把第一颗钢绳打到对岸去，可是后来失败，因为距离太长。最后是用热气球把第一根钢绳拖过去，拖到对岸定好啊。后面第一颗过去，第二颗再来，第三颗、第四颗、第五颗，这桥才架了起来啊！每一年啊，俄国人都会走到这里，做蹦极或跳伞活动。最好吃的花江狗肉来自于这里，来自于这里啊！所以刚才我可能被讲错了啊，那个讲错了，我以为播广告的叫做贵州洞场清酒，早啊！这个酒是什么酒呢？是2008年奥运会。嚟啊！洗手间几 sharp， 长椅型服务区喎。哇！第二晚食飯嘅餐廳好隱蔽喎，好似連名都冇。第二晚入住嘅酒店，我影就影啦。呢個就係我哋昨晚入住嘅酒店啦，中圍金州翠湖賓館喎。
靓。啊，佢个花园整得好靓，几多花。啊，嗰个盆栽嘅花好靓。我哋今日參觀馬嶺河峽谷啊！好啦，而家我哋搭翻觀光電梯上去啦。咁啊，馬嶺河峽谷就探訪完畢啦。慢慢食餐，最高係180米啊！小青山出口啊！哦，又影翻翻嚟影相嘅地方啦，冇客人啊！嗰啲員工可以稍事休息，繼續上。呢啲係今日嘅地圖啦。第三日下午的食饭地方就是九江渔庄了。啊，估不到一条横街窄巷咁鬼多间酒楼喺度。我哋今日第一個景點就係嚟萬峰林嘅東邊，所以又叫做東峰林。就咁喺呢度影影相啫喎，原來跟住就走人嘅咯喎。啊，呢個景都幾靚嘅。啊，呢個係幾靚嘅喎，但係淨係得呢度啫喎。咁啊，幾靚嘅，係幾靚嘅。你邊度嚟啊？嚇！嚟啊！呢個就係觀景台，我哋停車喺呢度，影完相就走啦。東風林紅中景區歡迎你，呢個又爛尾啦！哇，個廁所邋遢到得人驚，冇人理啊！接着我们上车就走人的了，啊，回去贵阳啊，又说贵州天无三日晴的，但我们这几天都好好天，啊，我们好彩啊，真的感恩，都没说没人来，啊，都有人来，自己揸车来。那晚我们来洗手间几个字非常之抢眼，长椅型服务区又是一样，而家就比较上普通啲啦。我哋今晚住嘅宾馆好新啊，呢度都未有人入住啊！呢个系一个小区啊，好多新楼起哦。呢个就前门，哇，好多嘢，好垃圾啊！啊，这个好像在做泡沫一样，还在装修着。对面就是美兰温泉大酒店。啊，
呢間就係我哋嘅酒店大走廊啦，哇，四通八達。我哋今晚食飯嘅地方係一個旅遊城入邊，但唔知叫咩名字。